峰在那边可以有风鸟，这是整个系统化当年延续到现在的国民党政权对于大高雄人的压迫，反映在就是整个石化政策上。然后今天你出事了，就说这是高雄人的责任。说实在的，实在是太离谱了。所以我们再来喊一次口号哈，嘉义话道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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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家柱下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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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詹长全老师到了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再喊一个口号哈，停止加害高雄人哈，停止加害高雄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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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止加害台湾人民，停止加害台湾人民，停止加害台湾人民。我们这边现场还有我们朋友印度大帝来到现场，我们请他三十几万。